相信你们已经听说魏楚回来了。本来太极系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没想到魏楚偏偏挑这个时候回来。我不允许我的计划有任何闪失。你们懂吗？懂。放心吧，队长。废除太极系这件事情，包在我身上。好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魏楚。 但是我听说他已经没了功夫成为一个废人。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探探他的虚实。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废人，那就给他点颜色，也让他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学生会会长也尝尝失败的滋味。放心吧，队长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去吧。 魏楚，好久不见，我们找你讨教来了。魏楚，今天不会对你客气，给我打！ 别打脸！什么呀？耍花样！打！是警察，走！魏楚，你个小人，竟然报警！别怕，有我在。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算了，不用谢我。我有让你帮忙吗？你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会有警察骗小孩的把戏都用完了？躲在我身后干嘛？出来！别说话。都是江湖中人，各让一步呗。哼，还蒙面女侠呀？我告诉你们。 一个我能打，两个我照打。太极，师兄，刚才是我脚崴了，再来。 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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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
扯坏我的衬衫怎么算？赔你，我家就这么一件适合你的，拿去穿吧。CMF 藏风学院什么时候允许学生在门禁时间里外出的？我不是藏风学院的学生，哪个学院都不行，关你什么事儿？ 赶快走！怪不得人家打你，要我找十个人打你。爷爷，坐坐这儿啊。嗯。哎，对，爷爷，我有个事儿问你。那个小男孩是谁？什么小男孩？谁也不是。 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说我太极功渣呀？你的动作就是很渣呀，跟别人动手了？嗯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是跟人家动手了，但是我是见义勇为。以武止戈，止戈为武。 太极之用不是叫你出去打架的，听不懂。说吧，对方有几个人呢？有七个人。哎，转移话题，你为什么说我渣？没转移话题，我说你渣就是渣嘛。我打败了七个人，你还说我渣？我问你，你用的是什么招式啊？ 我用的可是斑斓锤太极摸眉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渣嘛。不是不渣，我这个没做好，我可以这样一直不放粘贴。真的？嗯。好，那你就粘着。哎，爷爷，你看你。<笑>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小男生长得挺帅嘛，啊？什么小男生？嗯。你这个小男生长得也蛮帅的吗？嗯 你，哎，快给爷爷说说。哎，我再给你练一遍呗，刚刚没做好。好了好了。嗯。no。这才像样嘛。但爷爷告诉你，今天是走运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这大晚上的不是有门禁吗？ 当然是因为想你啊！想我？嗯，不可能，不是你，这刚开学，哼，不想我。我说想你就是想你嘛。鬼灵精，说吧，回来到底什么事？嗯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想问问爷爷最近有没有什么得意之作可以来借鉴。 我就说嘛，哼，最近我做的画为什么少了一幅？我还以为是我老糊涂了呢，原来是你拿走了。这次回来不是又要我的画吧？爷爷，嗯，就借我用一下吧，我真的是有急事。我给你按摩，啊！哎呀，好了。 自己去拿吧，啊！我怎么拥有这么好的爷爷？爷爷，你就是全世界最。